个城市人都会患上呢个重病，所以大家都非常之注重呢个健康。特别就系艺人，由于后生嘅时候挨得非常之辛苦，大家都会担心老咗之后就会患上重病噶。前几日传出咗姜大伟嘅老婆李琳琳患上咗严重嘅癌症，系大肠癌嚟噶，而且做完手术之后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去到淋巴，所以而家要接受呢一个化疗噶。咁大家喺之前大哥嘅葬礼入边都见过李琳琳，见到佢嘅面色非常之差，好似有重病咁样，大家都非常之担心佢噶。咁究竟李琳琳嘅病情系点咧？不如一齐娱乐试一晒。姜大伟同埋李琳琳大家都应该知道系圈中少有嘅恩爱夫妻嚟噶。咁其实佢哋两个自从佢个大女嫁俾曹永廉之后都不知几安乐，而且姜大伟成日都会留喺香港嗰度噶，因为佢都唔系好想离开呢个屋企噶。咁喺上个星期大哥嘅葬礼入边，大家见到曹永廉同埋李琳琳一齐出席呢一个嘅葬礼，好多嘅亲朋戚友见到李琳琳个样都觉得佢非常之憔悴同埋攰噶，大家都担心佢系有病噶。有知情人士话，原来李琳琳的确之前是患上了重病，是大肠癌嚟噶。不过由于患上了重病之后，阿 John 哥即刻就找了香港最好的肿瘤科医生去医下李琳琳噶。咁之前做了手术之后，以为是冇乜嘢大碍噶。咁点知而家这个癌细胞就已经扩散到去到淋巴嗰度啦。由于癌细胞去到淋巴，所以李琳琳而家都要接受化疗噶。呢个化疗是为期半年啦，咁每三个星期一次噶。咁成日会见到阿 John 哥就同李琳琳出入呢一个嘅医院噶。咁由于今次要医呢一个癌症需要非常之大嘅医药费噶。咁之前仲要揾呢个私家医生做手术啦，仲要做化疗啦。咁所以而家罕有地见到阿 John 哥系离开屋企去到国内嗰度拍剧噶。咁原来John 哥在 TVB 拍劇每集是40,000元，但去到國內拍劇每集是100,000元那麼多，所以很少可能見到John 哥這半年來竟然在國內接了兩套的電視劇集，加上的薪酬有600多萬那麼多，絕對是夠去做這個醫藥費的。其实今次琳琳姐患病咧系冇乜人知道噶，直至到之前农历新年嘅之后，一班嘅朋友去探佢嘅时候，以为去拜年啦，点知咧阿李琳琳同佢哋讲话佢之前有一个重病，就系大肠癌，做完手术之后已经冇乜嘢啦，所以令到一班朋友都非常之担心噶。咁其实佢喺圈中嘅人缘非常之好，好多嘅朋友都帮佢揾紧咧医癌嘅一啲秘方啦。咁但系由于佢已经揾咗一个非常之好嘅肿瘤科医生啦，咁所以而家信晒个医生用西医嘅方法去医噶。咁就先都讲咗啦，做完手术之后啦，而家癌细胞扩散到去淋巴啦。咁琳琳姐都同身边嘅人讲啦，其实自己最唔舍得嘅就系个仔啊，个细仔得10岁，咁佢就话非常之担心佢，而且佢都系非常之希望可以见到自己个大女，即系曹永廉个老婆啦，嘅第二胎出世，咁即系话佢希望可以见到个孙嘅。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系非常之乐观嘅，咁佢都好信个医生一定会医翻好佢噶。咁由于佢唔想身边嘅朋友担心佢，所以就唔将呢个病情公开出去噶。咁其实将呢一个病情公开咗之后，佢哋有揾过阿 John 哥同埋曹永廉嘅。咁佢哋两个都否认呢一件事，就话阿琳琳姐只不过系去医院嗰度就做检查嘅啫，大家谂得太多啦。咁亦都有好多嘅身边嘅朋友，例如阿琴姐啊、关菊英等等佢哋都话系冇听过呢件事嘅，净系希望阿琳琳姐可以身体健康。佢哋的确听过佢之前系有重病。不过就冇听过系癌症咁严重嘅，咁喺度都希望阿琳琳姐真系唔系有癌症啦，俾啲记者系乱写噶啦。不过可以想睇到其实佢个样都系有少少憔悴嘅，咁都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吓。咁讲咁耐，系时候八转公投。今日八转公投题目想问下你，你觉得李琳琳系咪真系患上重病，定系一班记者乱写咧？你可以将你的意见去到八转娱乐嘅网站，click入讨论区，将你的意见发表噶。今个星期日是母亲节，喺度祝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噶。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